渔船撞翻，寻获四遗体，老船长差一步就逃出。哎呀呀！哎呀！船长寄望的妻子不断在海边呐喊祈祷，等到的是绝望的讯息。经过海巡和附近作业船只的协助，失踪的九名船员昨天已经找寻到老船长季万德等四个人的遗体。我起网的起网倒起来，嗯，看到就是人就在这个地方嘛，离岸边差不多8海里，就是要捕剑虾。啊，几点发现的？差不多8:50。四辉31号渔船是在前天凌晨在桃园竹围外海遭到水泥船亚零二号撞翻。船上9名船员全部失踪。海巡人员昨天冒险潜入船舱，发现船长是困在舱门内，只差一步就逃出鬼门关。检方勘验肇事的亚零二号带回船长、二副、水手和2名轮机长等5人应讯，其中二副和水手被以业务过失致死罪，分别被裁定100万和50万元交保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2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万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